奥特曼里选一个做你哥哥保护你，你会选择谁呢？第一个，泽塔奥特曼。第二个，戴拿奥特曼。第三个，赛罗奥特曼。最适合做我哥哥的奥特曼是泰罗，你的呢？放学回家你最想哪个奥特曼陪你一起写作业？第一个，贝利亚。第二个，赛罗。第三个，迪迦。陪我写作业的居然是特利迦，你的呢？